孩子安安，爷爷七岁，妇女何人？祖亲百年，直至一次，直至一次梦。断线难诉，何罪难休？何必在家愁事，徒增烦恼？只是难回白节，宿灵无亲。家门强门，不再破破，白天如何？强势之母，不劳动门。强门无亲，乃是强敌破破，暗自祖母不必不闷。这皇母的床褥，我今朝往请位问卜，有话过几日再说吧。娘啊，这今日天强女娃夫妻来此老林相会，用钱直眼动门，妇女说的明白，为妻死也明白。你就开声问来，那日为妻吸醉回来，婆婆家里怕你便怕，家里香你便香，叫为何故？该应了，有三代不孝之罪，敢问何罪？你不孝，是偏淫家不恐我呢？你不好，是做生意不儿捏床。啥呢？啥不好？你都熬五子当，爬起三丈高层，每只拱天倒搞，就没话呢。是我不好呢。走了。难识可，有此三代不好，罪你难登。皇爷问我这是我不好啊！不当事务，怎该冤枉？哼，我无眼子擦擦，黄道士莫枉我。请问杨恩，人家敢有几多几兆？大好人家三刀四兆。杨氏家聘只有一刀一凿，其实家丹只有一刀一凿，为此一官司骗银子，众将瞒过婆婆，也难瞒过杨母，就是瞒过杨母，也瞒不过我那七岁的安安舅。我杨氏强你多寡，哪会栽倒？安安妞，只要假妹哄他，他自然不睡。哎呀，娘们，莫爱冤枉我子，这一罪为妻就认了吧。哼，清净利顺，怕你不认。再问娘们，人家又有几贵几些？街道清香，只有一贵一声。其实街道只有一贵一声，所思道道破破心结，强人回来何不开声欢贵？台台可有心意，留爹不与破破。是嫁到左邻右舍去了。哎呀，强人只可往往为妻，切莫不含灵油。说到这对三代罪，再问娘们，这爹堕胎有多高？我切我从，我爹我切，三爹切切我。人家为妻
切。臣告且爱，且来且往，留得有人记得。正是有人记得，且我有可以捏清莫吞见，且来我无听，清耳听见。既是清莫清耳所见，等死后不打枪，且将下来，怕我这盖大逆不孝，纵然怕死，也是最有恩的。Ah!
想到不在，无名难为。如今目已成舟，无眼何意啊？Ah!
来此老林何事？才进平里。才进平里。不敌破破无备，四五港里，四家寂寞旁舍，我来港里直丢，到此检查瓶子，三五破破。啊！我不讲你。出家门，你还凭你见他？你买子人心结有病，无能服侍，就做处理，也当父母之困，且怎可寄恨不拆？将的婆婆早日传入，明仔将你终究有你，切记安心。我那暗暗孩子也就有
真是好女孤窗，我这该死之身，果然把他错怪了。你讲无多无报，如何才得查清？我是恩舅胖子的。哎，走！江湖的孽债。